植物加灯饰迎新春的花车主色是绿色，事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宣扬环保。这一架电动车就是来自英国的，就是一部是刚才提过是完全是无废气排放的一个电动车，是一个十吨重的货柜车改装的，里面还有很多的环保的特色，包括有12块的太阳能板，就是可以提供电力来推动给冷气机和照明系统用的。这架电动车过了农历新年还有大把任务，包括穿梭不同的小学，化身流动教室教大家环保。这架花车在巡游结束之后就会停泊在林村道一个星期，开放给公众参观，宣传环保的信息。香港风云电视记者王嘉琳报道。